计划呢，不仅仅只是一个普通的商家配套，我们更多于是在于怎么样去善用我们现在的大数据跟我们的资源呢，去执行区域系的发展商家的这个优势的同时，解决中小型企业的困境。所以今天创企计划呢，它不仅仅是一个起点，它也是一个奇迹。如果你的生意没有变得更好，你回来找我，各位。世道真的不好，生意真的难做。概念就是以新经济的概念去做，所以我们这一次也提出了新零售的这个概念，让这些零售商，就是这些商家呢，可以真正的收获。所以我们希望呢，这个创企计划呢，真正可以帮到所有需要帮到的中小型企业。在未来，中小型企业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区域，但是它面对大企业的这一种冲击呢，我们必须要协助，我们也必须要提供这一方面的平台。现在做这生意的人可以有更好的生意，这就是我们的使命。米尔就是让你生意变得更好。